Hello， 大家好，我是羽毛，欢迎回到我们的史莱姆农场 （Slime Rancher）。对，没错，我是英文版的，因为更新了，8月1号正式版终于推出了，然后也出现右边有出现那个史莱姆农场的主角，原来是一位女，是女的吧？这应该是女的吧？是女的吧？是应该是女的吧？Continue。对，然后中文汉化是还没有更新，所以。只有英文版，但应该 OK 啦。但而且我也不知道我更新什么，好期待呀、啊！拖了那么久，终于等到了8月1号的完整版更新。那 Steam， 先回家一趟，吐出来。OK， 可以动 ，OK， 没问题。也不知道我更新什么东西耶、欸。感觉这个是更新过的吗？怎么感觉？哦，这个石头好更新过了吗？怎么以前好像没有？我就回去我们农场一趟。那New Bottom Score Teleport 这是什么啊 ？Butter Scorch 这是什么颜色？好酷哦，好像彩虹颜色的感觉哦。新的 Teleport， 这是一个传送器，就是兑换器哦。不是兑换器啦，传送器。我先把鸡哦，对了，然后把一些鸡清了，给他们吃。对，就是这样。啊，这个要吸进去的。那只回来，回来。对了，给，把它放到里面。OK， 他刚刚新增了两样东西，可我不知道地图有没有新增呢、欸？等下去新世界去看一下。然后我现在有300,000，等下去，对，这边都差不多一样，哈哈，我把东西丢进去。好，来看一下，他应该要买的吧？先把它买下来，要3000块跟3000块、6000块，我们之后再买好不好？之后再买，我觉得想，我比较想先升级我们那个东西，升级那个主要的农场。哇，好久没玩了，好久没玩了，终于等到这次的更新了。不知道有没有主角的样子，这是一样嘛？对，15买可以得到4阶的，还有两个。这是什么？码头升级跟这个是什么？这是 Gold Slime，Gold Slime 哎、欸，黄金史莱姆的那个灯笼。改成英文版我都不会念了。好了，还有十七 gold wrap 哦，金色的哦，怎么都金色的？有我花了25万，30万没啊，喷掉。然后刚刚改了什么码头升级？我们先去看一下码头。那还有4阶那个嘛？4阶那个就不用看了，因为之前4阶的砖头我们已经有做过了嘛。我们等一下去改一下颜色好了，就是枪的颜色跟农场的颜色。码头变成一样呢，就是有些小小的东西。OK， 怎么觉得水变浅啦、啊？而且这里有变吗？还对，有变欸，有变，真的有变。码头嘞，码头这边盖着那个了，哇哦！我觉得这边应该要，哇，这边都盖好嘞，哇，好漂亮哦！这边应该弄个钓鱼台什么东西的、啊，那边感觉就有东西耶，去看一下，这边有东西吗？感觉好像有，又好像没有，真是的，怎么不要那么容易藏东西？哦，这边是哪里？金色的塔，欸，那里是哪里？等一下，改版后有，有东西没东西？等一下，嘿，是因为我太久没有玩史莱姆农场了吗？怎么感觉新增了很多东西的感觉啊？好，我们现在就去逛逛地图吧。我已经忘记之前拍到哪里了，
我们先往那边走好不好？那边走，这边应该就是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刚刚看过来的地方嘛。应该没有什么新改动吧？对，都旧的，都旧的，没有错，都旧的。那边应该就是进去这里，就是进去这里的，应该是吧？我进去看看好了。进去这个传送门就可以到那边，是吗？是吗？对啊，对啊，没有错。金色这个大塔在这边，大塔什么？尖尖的高山，高山鹅啊、哦，没错啦，是旧东西。好，来进去。现在我们去新世界看看啊、哦，不然我们新加东西啦。哎，我们看图先就知道啦。Slimeedia 没有新东西，resource 没有新东西，呜呜呜呜呜呜呜，都没有新东西，都是旧的。我不知道改本到底改什么，只是改用个农场主的样子吗？呜呜呜呜呜。好，我们回来这边。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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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去逛一下新世界，好多好多，哎呦呦，哎咻，走这边。嗯，这样有新增什么吗？没有新增什么。嗯，好，我们来到了沙漠，琉璃沙漠。对，感觉就是没什么变啊。我们来看一下之前有没有，就是之前被琉璃封锁那个通道有没有打开。地狱是地狱啊！好多，吸一点，吸一点，以防万一有什么幸运史莱姆 ，Lucky Slime， 噔噔噔。哦，对了，我看到有人说，哎、欸，巨大史莱姆，我没有弄那个辐射，我辐射已经把它弄爆了、哦。对，我记得我去看过，我已经把它弄爆了。嘿，然后我记得在哪里？再吸一点，再吸一点。啊，疼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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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有点痛。我记得它在哪里啊？忘记了。欸，不是这里，不是这里，不是。我听到火焰史莱姆的声音，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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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哪里啊？可忘记了哦，可爱。欸欸、火焰史莱姆卡进去了，不，火焰史莱姆，你还好吗？你还好吗？哎呦！哦、我要弃之不弃你不顾了。哦，对，应该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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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啊，还是封起来的。No， 为什么封起来的？好可爱哦！觉得这种人蛮超可爱的，这种超可爱的。那我们去看有没有，欸，那个新地图在哪？啊啊，不是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 ，nope nope nope， 就是之前看施工的地方。施工施工，怎么去？怎么去？我记得是走有个小秘密通道啊，我想一下啊。这里看到了。嘿，这里这里，喂，得不打，哔哩哔哩，波罗波罗，滴滴滴滴打，嘿嘿嘿，新区，新区，往前走，往前走，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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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o doors， 两个门 ，life is filled。With moment where there's two doors and you can only choose one,
生命总是充满着很多时刻，就是你有两扇门，你只选择一个门。他就是讲选择，生命充满着很多选择。我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因为要找寻一些不知道的东西，在我骨头里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可能什么因子，那是什么血哦，我不知道怎么讲，遗传的血液那种感觉吧。好。我只能选一道门，我们要选左边还是右边呢？因为我永远都猜不准嘛，我原本要选左边的，因为左边永远是对的，所以我就要选右边。好，走右边。OK。OK。OK， 两个是一样的，两个都可以一起走。这里是哪里？What？ 这是什么？我选择了我的门，我走回我的农庄 ranch 农庄嘛 ，and probably sold， 我要卖然后卖掉。我打包我的东西，然后 took a tour， 我去了很漂亮的岛屿旅行 ，one last time， 最后一次，我最后一次去一个很漂亮的岛旅行，然后。留下这些纸条给你。It has time I say goodbye to the life I had。时间已经是时间去说再见了，已经时间到去说再见了。哇，好难翻哦，为什么我国文好烂 ？My hands and feet tiny as approach the moment。这边看不懂什么，我的手跟脚可能已经没力了吧？对，他可能要他 my heart racing， 什么什么什么，所以他要死在这边吗？我们的。他的名字叫什么 ？H， 我忘记 H 的那个博士吗？哦，所以这边是他的坟墓吗？Door like this， 成就。But I didn't go. I had packed for a new adventure, but it was going to be beyond space and time. So I said a little goodbye to what could have been.And headed to Thora's Ranch. I'm looking forward to hearing the sound. What the heck? So good luck to ya. What? 什么意思？所以他是买他好像意思是说要去更好的地方去旅行吗？的感觉的样子，所以他是葬身于此吗？哇，等一下 ，What the？ 你很重要的感觉，你是他的替身吗？不，不要，不要掉下去。等一下，这边有什么秘密？就藏了，藏了那两个纸条吗？我觉得我在那边建个船门，我要建那个新建的，就是新出的那个船门。所以这边就是终点吗？这边好漂亮哦！那个小精灵的感觉，我好想说，I never been in love before, never know anything like that. It's time I got to know what at the force is about. 怎么有点感伤啊？这么藏东西吗？哇，这蛮有人生意味的。这边还有长这个果子。这边没有藏东西，这边呢？哇哇哇哇哇！我们换另外一道门，会不会整个场景就变了？这样的话也太酷了吧！然后场景就变了，去不一样的世界。
也一样一样啦，多两只小，你们怎么在这边啊？你在纪念他吗？可爱哦。好啦，我们回去。哇，这边真的很漂亮欸，就是，哦，真的好漂亮啊，蛮感伤的感觉。就这样，我们的史莱姆农场大结局，完美大结局，所有故事线就是这样。不知道他们遗留什么很重要的东西。虽然那个农场不算啦，农场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哦。耶，吸掉吸掉，然后去卖。我们要先凑齐3000块，我们要哎，好，没问题，没问题，给你吃，给你吃。OK， 吸点那个。好，我想回家，回家，回家怎么走呢？超级给他迷路啊！哎咻咻，走这边。哦，又有地狱要来了，好烦哦。边烤鸡啊，对，烤鸡，吸点鸡，带回去给那个猎手吃 ，Hunter Slime， 回家吧，噗，给 Hunter Slime 吃，我们留10只 ，OK， 好，把这卖一卖。我们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卖啊？等农场都要整理了啊！整理农场，整理农场，地狱整理农场啊！来吃吃吃吃吃吃吃，把这个卖一卖，就应该有3000块了。卖卖卖卖卖卖，3000块。有，好，我们去做那个，不是做，买那个传送器，对，传送器在这边，口机口机，买这个 ，Butter Scorch， 然后在哪里啊？这个。可以做，可以，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好，我们去。那它盖在哪里啊？我们的传送，想一下啊，琉璃盖在家旁边，家这边是盖这个嘛？我们盖在另外一边，可以吗？不行，这是盖那个，那我们盖在这边，这边，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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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好，我们盖这边好了，盖在这边。OK， 好，然后马上去那个地方，结局的地方。汉化画组蛮可惜，没有把那个翻译起来，没有把那个字，就是 Habson， 对，那个名字叫 Habson 吧，那个博士遗留下来，那个叫 Habson， 对，这个。Habson H， 对 ，Habson 应该是 Habson 啦，我记得没错的话，走这边，就把那个翻译起来，那应该就是算是主要剧情了，找那个纸条算主线剧情的感觉。不过现在就这样结局，那感觉。走，我刚才跳下来走比较快，对，跳下来走比较快，走这里，这样意思是主线剧情这样结束了，就是找到 Habson 的最后一张纸条，
这样意思是不是不会再更新啦、啊？没有新的史莱姆了。我是希望还有啦。哎，就这样结束嘞 ，Hapson。来了来了，一个漂亮的地方，好漂亮啊！这个星星，这个月亮，哎，好漂亮哦，超想。超喜欢看这种星星的，虽然我从来没看过，我真的在现实时真的从来没看过，超想看的，真的超级漂亮的感觉，就那种银河啊，大银河，可是在台湾应该很难看到哎、欸。我们该在这边最漂亮的地方，那什么颜色啊？我其实看不太出来，有一点。那琉璃的那种颜色吗？哦，然后按 T 可以旋转，哎、欸，是按 T 吗？哦，按右键，按右键可以旋转。然后面向这样好了 ，OK OK。OK， 没有问题，回来了，超级漂亮的、啊。OK OK， 回来了，他也是冲到琉璃沙漠吗？琉璃沙漠。那边到底会不会新增东西啊、欸、好漂亮哦！觉得星星真是太美丽啦。以前都会乱想外太空到底会有什么东西，就会觉得外太空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嘿，没有了 ，Hapson， 来看一下成就好了，因为刚刚找到有一个成就，对不对？在哪里啊 ？Pro Star 不是这个 ，Complete Adventure Mode，Adventure Mode 什么 ？And set out for what's next？ 啊 ？Adventure Doors Like This， 这个 Doors Like This 就是 Hapson 对 Hapson Junior Ended Hapson 的日记结束的地方 ，And started once again， 然后重新开始的一个地方，找到 Hapson 的这个地方。所以还有个 adventure continue， 所以还有一个地方是在这边吗？好，我们先在这边储存一下，在这美丽的星空下 ，safe and quiet， 然后再看看另外一个模式 ，new game adventure 啊，还是一样 ，five 两个模式还是一样，然后应该会有新的图案吧？没有，为什么没有新增其他的？太少了吧！然后再 loaded，continue 就好 ，continue 不用 loading。怎么没有新增新的史莱姆？就还是那几只旧的 icon。嗯，我再看一下成就 ，adventure 冒险啊，冒险重新开始 ，complete the adventure mode and set out for what's next。什么叫完成一个冒险啊？完成冒险的定义到底是在哪里？我有点不太知道，是要看过所有的这个吗 ？I don't know。等一下，而且他说完成冒险模式 and set out 是什么意思啊？我来查一下。Set out 有起身，就是再出发的感觉。Set out for what？ 所以起身再定就是 What's next？ 哇，我有点 不会翻译耶，是起身就是往下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就是可能的一个地方再前进嘛，就是一个转捩点的感觉，是那样讲吗？哇哦，所以表示之后还有可能再更新哦。那这个版本应该就只是更新这个啦，还有一些小东西。哎呦，走错了，我直接回去好了。其他地方不知道有没有更新欸，我之后私底下逛到的话再跟大家讲。那今天就在这美丽的星空下结束我们的史莱姆农场吧。OK， 那喜欢这个戏。
OK， 那这次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了。那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可以帮哎呀喜欢你想去收看的，可以点我帅气大的订阅，怕错过，别忘点铃铛按钮。我是羽毛，我们下一集不知道会不会有史莱姆农场了，下一集再见喽，拜拜。